9月2日，李晨在微博晒出现身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比赛现场观赛的视频，并配文：“中国男篮加油，为中国队加油。”随后，易建联中文网微博也晒出了观众席中李晨手持条幅的照片，引发网友热议。不少网友留言道：“捕捉一只现场球迷，看这架势是准备上场了。中国男篮加油！”抓住一个超级球迷，哇，哥哥竟然在现场，你肯定很想下场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